他怎么样了？是个女孩，六斤六两，母女平安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妈妈晚安。<笑>姐儿，真了不起。嗯嗯。小萌，你看宝宝的睫毛那么长，像你的眼睛一样大大的。 早啊，早，送你呢。这是杜鹃，她的花语是坚韧、深沉、吉祥好运。谢谢，那我也送你一个东西。什么？这能救活吗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我负责救火。那我负责好运。请。 上一次来还是合作者，这一次来就是主人公了，还挺奇妙的。那都是因为我死皮赖脸缠着你。<笑>兄弟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李木佳。 曾经的金牌律师，现在的村管家、报销审核、市场推广，还有办公室订饭，以后都归他管。大家欢迎，欢迎！谢谢大家，我肯定给大家订到最好吃的盒饭。<笑>哎，大哥，这个就是你三姑茅庐请的神仙姐姐吧？低调低调，干活。好啊。噔噔噔噔。 我还有独立办公室呢，我专门为你设计的，喜欢吗？很喜欢。这是你的办公室，这边是我的办公室。嗯。